懂啊？到底是什么啊？你们在攻杀秀？不单是跟你讲啊，是什么动漫吗？不是，完全不是不单是跟你讲。好，回家。很闹。我看过那个啊，可是我不知道你的闹的程度是多闹。很闹啊。我应该不会跑一跑掉下去吧？会。应该没这么夸张吧？讲讲讲，哎呦，有这么夸张吗？跑一跑就掉下去、欸？然后这种东西呢，它跑一跑就会掉下去。你屁！我刚是幻觉。好，走。听什么？唱歌啦，不能唱哦。唱歌现在还要经过你同意就对了。要。你在叫我吗？快点回来啊！好爽啊，把一个人弄到不知道怎么回话，特别的爽。会吗？会啊。还好吧。要。我干嘛啦？你一直叫我也不会变多个，好不好？哎、欸欸，真的很远哎、欸，真的很远哎、欸，怎么办？那去跟他好啊。怎么那么远啊？那有还在挖地狱石英？对啊，因为我要等级啊。哦，去、欸！这也太可怕了吧！我刚居然没把这边堵起来、喔。哎、欸，我刚没有堵这边哦、喔，太恐怖了吧！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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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啦！啦，你觉得二周目死亡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当然不会啊！只是康尼再出来一次，我就打败他，然后突破上。康尼是你们是在讲那个女实况主罗康尼吗？哎，又提别个人了啦。是吗？你们是在讲他吗？当然不是。那康尼是什么？很难解释啊，没有图不知道。那你现在给我图。我现在上网找图啊。康尼啊。你确定？那我叫、啊、我这边。哎呦，石井哎，石井给我勾勾了，棒棒。好，我要把那个放回去了。石井就哎、嗯欸，对对对，例行惯哎、欸、惯例，啾啾啾啾。好厉害，好像有印象。啾啾哦，啾啾哦。好，这个都先放着。金金石，我们可以去复幸运的，我们可以去复幸运的。那个兄妹档我看过。啊，不要私讯了，不少。我在好好的这样，好像自言自语。你是在自言自语啊？他要生气了。你太容易生气了吧？你知道回来了没啊？我回来了，我在家里啊。来，过来，跟我过来。干嘛？你不要拿着麦牵着我走好不好？过来啊！干嘛？过来。啊，我这个、哦。你丑死了你！不是，过来跟我，对，干嘛、啊？过来，干嘛、啊？过来！你假傻呀！过来一下下。哦耶！啊，你搞我看搞！啊，怎么不能吃？啊，你搞我看搞！啊，怎么不能吃？啊，你搞我看搞！啊，怎么不能吃？啊，你搞我看搞！哎，你这个附魔台有瑕疵啊！谁盖的？好了，我要去那个了。明天去出金门，为什么、啊？过来！我也好想去澎湖哦。你不敢？幸运山来，各位观众，幸运山之外来个、效率或者耐久吧，耐久不错，耐久。来，不要只有幸运山，拜托，怎么样都好，不要只有幸运山。好了，停。哇吼！他就一个人三十等啊。Bravo！ 他这一格拿三十等啊！还有没有什么钻剑之类的？哎、欸，这个付过了。好，我们先去那个小琉球。哎、欸，没有，他这么高兴，一定是不止啊！而且还有别的东西。然后我们去挖那边的钻石吧。哦，棒棒！哎、欸，我要去挖钻石溜、嗯。对啊，全部都有，值得哎、欸！哎、欸，我要去挖钻石溜，不理你喽！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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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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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想打他哦给我啦我要挖啦你等一下啦、啊、你稿子你稿子可以再附别的我要拿等级我就22等啊你去地狱啊哦地狱那边有路指引啊给我等级我要挖钻石你挖钻石会有经验吗有吧有吗
我就有啊，不然我挖一颗看看。好吧。信不信我进来了？还我啦！拿来啊！那我原来拿这种东西哦、喔。气死了！拿来。你看有。哎、欸，凭什么你比我？哦，我有完成啦，给我啦，给我啦。啊，那你挖完，你挖完。不对啊，这样我也要钻石啊。又不是不给你，我每次我拿到好东西都给你。你拿。还有一颗藏在哪、啊？我忘记了。这里啦，这里，喂，这里啊，走过头啦。走这个阶梯我也头痛啊。这里啊。嗯嗯嗯、十颗。屁呀、啊！好啦，稿子拿来啊。拿来啊！看我。先生。看我肌肉风。哎呀，卡住了，封杯。拿来。太生气。那我要再去找钻石哎、欸，我才捡到两颗哎，我有11颗哎、欸，我靠，那怎么办？等一下，我再去找一下。我哎、欸，我们只有找到这几颗钻石吗？我记得还有吧，不是还有一个吗？找啊，还是只有这两颗？找啊，我也不知道有在有，我也不知道在哪。嗯，从我想一下，等一下，你等一下啦，你急哦啊？这是怎样？就鱼骨到一半就发现是峡谷啊。不要洗我灯，洗还洗了，这样我要再找钻石哎、欸，可是还有有话也在哪里也不记得了，召唤峡谷那边，你说峡谷那边、欸、有吗？峡谷那边这里吗？峡谷那边又是哪边？这里你出来啊，通出来不就有了？这里吗？不行，我对这里很有阴影，不讲了。是这里吗？不要再坑你了，住手！谁都不要跟我坑你。咦，有人说还有两颗，对我也记得还有，可是怎么不见了？召唤峡谷，是峡谷这边吗？刚挖了5颗，还有海猫呢。我们刚在那里挖5颗，这里吧？啊，对啊。右手符。哦，这里吗？好像也还没跟细爵说啊，安南。哎、欸，嗯，真的要思考一下呢。对，我好像赌了3次。对啊，我记得我也是记得有3次呢。好像在附近哦，我有感觉哦。你说楼梯右转，什么召唤峡谷那边？我闻到喽，我闻到味道喽。哎、欸，找到了，在这里。在哪里？这里。Let me go。这里。敌对。忘了。哪里啊？楼梯那边吗？我们刚挖的地方 啊！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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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对啦，就是这里啦，难怪没看见。快点！哎、欸，几颗？8颗，2颗变8颗，不错哎、欸。他吃了，挖了2个都掉山哎、欸，挖两个都掉山哎、欸。小麦吃了，他把小麦吃了。白痴！他要生气，他要生气。哎、欸，你可以愚弄别人，别人不能愚弄你，是什么概念啊？这样啊、喔？奇怪。嗯、欸？不是，怎么回去啊？想办法。嗯？等一下。我哎、欸，等一下，怎么回去啊？哪里啊？想办法、啊。哎、欸，家哦，这里吗？真的是，应该这里吧。笨，人家，忘了，算了。哎、欸，哦有这里，好。啊？气死！会吗？那样子会，奇怪。我刚真的有些微失忆耶。哦，刘安是在那边打亲爱的，害我差点以为是一股可恶。哎、欸，刘安是怎样？为什么要那么凶？我看到钻石哎，好，等一下再去挖。我现在有比挖钻石更重要的事情。对。要做钻装吗？瑶是路痴吗？不是，但你们是白痴。对不起，风力三不行，我要弄到风力四。可是
还有什么东西是要付的啊？糟了糟了糟了，这样子又要洗掉啊！哇，又浪费等级了。QAQ， 幸运、哦，有吗？换我，差点换我回不去。就是个，哎，你在干？你又偷走钻石？我没有偷啦。喂，光明正大的找。哎，强力耶！哎，这个可以耶！强力，我觉得，我觉得强力可以耶。你要一个人偷付？你可以来付啊。我觉得强力可以耶，弄去弄强力来好了。不对、啊，我是说你们要警告是可以啊，不过再怎么说这也是我的台，那种太威胁的话，还是不要讲太多比较好了。你威胁我？你欠威胁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你不就欠威胁？怎么有这种人？快点给我过来！你要干嘛、啊？你不过来的话，我不敢保证你的牛会不会出事。等我订阅，你让他出事啊！你让他出事啊！哎，完了，我这样好像不小心表到他了，糟糕！你烧那么多马铃薯，不要分开烧啦！你分开啊，混归休息，我看看哦。很闪，今天会什么闪画面啊？你要闪哦。我没有啊。啊。啊！这样又要去地狱一次了，累。那他都这样自己去啊！你要附魔，你就赶快来挖石英嘛！嗯，对啊，好，我要去。很少之刃是剑气哦，了解。很少之刃，来啊，来地狱 啊！怎么很少之刃，怎么变得好厉害一样？啊，他就要很少之刃，他说改成剑气，本来是剑气，改成这个，怎么有勾勾的？就是要通过退去订阅合作伙伴。好了好了，这没有没有。那、啊、你把铁全部拿走，啊，拿去做铁针啊！哎、欸，没有全部吧？还有吧？五块。狗狗，你被写真集啊！我不想买。五块，你没有听过 Thank you very much 吗 ？Thank you very much。怎么去啊？走哪里啊？哪一个门啊？没有门啊？在下面啊，下面突然第一个地方右转就有了啦。你只有看到村民啊？你太上面了吧？突然右转，啊、哦！只有看到挖过三个洞啊。那就是啦，不是吗？不是。不然什么？你只有盖多深啊？忘了。哦，找到了热身。这种是来地狱之后，你还是要、你还是要跑很远哦。按在哪里？你地狱出来往左转。还左转？有一条很长的路。左转没路啊？有一条很长的路。出来，你的出来是出去哪？我们本来看到小岛那一座地方。哇，你真有胆哎，居然敢这样子盖哦、喔！你也只能这样盖啊，单一。哇，你还不怕掉下去哦、喔，超强的哎。没有，又我堵住啊。不是啊，我说你居然敢一路走过来。为什么不敢？有什么不敢的？自攻起啊 ，shift 没按好就下去了。啊，没办法啊，你看你知道我多伟大了吧？哇，晚上好，这周末找狗，路有狗就好。应该是说是一个合作伙伴，一个是盟友。哦，对啦，对啦，现在还多了那个盟友，害我觉得我的订阅都不值钱了，气死我了。那我现在没订阅的怎么办？我不想申请盟友哎。那就申请合作伙伴啊。他不给过。对了，啊，我等下再跟你讲。等下再讲，等下再讲。经验值嘻嘻，那里有一只哎，好危险哦。没有路啊。有啦，你跑过来不就有了？你顺着那个石头走啦，可以走到很多有石英的地方。你跟都挖完了，我还找屁哦、喔。没有啦，我有留一些给你啦，爸。大概是十块剩两块那种感觉。那还是有啊。那牛。嘟嘟嘟。我可以杀家里面那些牛吗？才四只而已就要杀？啊，可是我肚子饿。吃草。我想吃牛排。吃草。我想吃牛排。不要吵！你看我这个施工的那个，我多么伟大、你还不膜拜我啊？你这个石头路是怎么突然从上面变成了火把在下面的、你顺着石头走，有啦，你找一下，一定有石头，一定有石头。屁嘞！我不可能没做记号，一定有。我操！真的有啦，你看是不是？还想冤枉我？不是，有事有可能是怎么烂路啊？你不要走，你不要走，还往下走嘞！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先给我不要走。
你为什么走那么远啊？要问瑶的瑶，没看到不重要的瑶，一直看什么什么东西？哦哦，你说要问我的，要问我的没看到，然后没不重要的我一直看到，是不是？对不起、啊，我现在突然人就是犯贱嘛，对不起。哎，钻石才11颗，17颗。嗯，好了，那就付那个喽，各位观众，就付强力喽。可是，可不可以拜托不要只有强力啊？哪有什么石英啊？有啦，你又没看完。全是石头，你屁啦！哎，等一下，各位观众，拜托，强力石以外，你根本就挖完了嘛？没有，真的有，你找一下啦。等一下，各位观众，拜托不要只有强力士，拜托拜托。滑石粉，滑石粉子滑，感觉就矛盾。不要强力士，拜托拜托，不要只有强力士就好。哎呀！啊，魔鬼，发生什么事？他不讲话耶。他不动了，他死掉了，他整个人不会动哎，我心脏很痛，很棒啊，真的很痛，很好啊，就他人呢？我很痛，他死因呢？你又没找，根本没有，我知道找谁啊？有啦，我怎么可能会报没有的路给你呢？就是因为没有才会报。丹尼尔，我才没有这么恶劣呢。你为什么要心脏痛啊？因为我付到只有强力士。不是废物，等一下你要给我没有石英。啊！他要干什么去了？怎么整个人都没了？对啊，他都挖完了才会走啊，真的是哦。你观众又在骂我，你看，跟我屁事，在你妈那边骂的，说我是我的。哪有啊？谁骂你啊？在你那边的那边骂说是我的观众。啊？来来来，你刚讲什么？没事。不知道，那个家伙叫得很高兴。打怪的经验值是不是很少啊？我觉得打怪的经验值很少哎、欸。你问怪的。怪的经验值很少哎、欸。嗯，对哦、欸，你们是不是都放假啊？你们全部？你有去过？不管是暑假还是毕业的，是不是全放假？他们是。我们现在没有在工，我现在没在工作室，就有他。他就不让我气，你屁呀、啊！这不就不见，怎么就不见？放假了，好饿。啊，蜘蛛嘞，蜘蛛就这样不见了。哇！这什么？两只有大海怪。没路啊！有路。要放假毕业舒服，舒服就再说了。哎、欸，你走多远啊？路断了哎、欸。没有啊，断的应该就没了啦。那、啊、你看这边有挖过的痕迹，都挖过了啦。哎、呦！打咩？谢谢你的观赏，还看得开心吗？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锁定我更多动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拜拜。